Di.留一个武康的，不怕把俺俩打死。他打蛮痛的，你的房间想改，像 FB 说的很可爱。但是要有钱，跟有房间，因为我房间很小。嗨，五哥，要先打这个还是先打这个啊？先打这个。开暗龙使，开暗龙使跟墨水龙使，然后，对啊，是凯蒂猫，是凯蒂猫的眼镜没错，开龙使两个都开嘛，向日葵，向日葵也开。开向日葵，暗龙使跟向日葵就好。暗龙使，哦，暗水都开哦，通通开，全体攻击，要单体哦，不能全体哦。要单体攻击哦。单体攻击，他还是全带走了。是全带走啦！不能要洗技能一下，下回锁龙之类的，洗技能，用力，用力，他不是在我这里洗技能吗？那我还要用力打吗？
龙科，龙科也开日式，他是因为他血很厚日式。龙科也要开日式。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宫后火，冲人宫后火。下一关第五关越战越强哎，第五关越战越强。双重动机。奇迹是不是？奇迹，哎呀，这怎么奇迹啊？这个我版面用的这么漂亮，怎么奇迹？太难洗了啦！这个怎么洗迹？是不要消到，不要消到暗珠就可以洗机了。但是我要把暗珠移开。有点害怕哎、欸，他30%会攻击我，对不对？上面30%。好，今天会打漏电脑场吗？应该不会。他是越战越强，在这里。对啊，他越战越强，要在这里洗，有点害怕。我有点害怕。可是他跳起来啦，我还要再洗吗？好了，半血了，开水龙
开水龙屎，开水龙屎，两组按就可以了。两组按，问号猪，还有一回合，带走他吗？还是还要再洗啊？问号猪5%，可以杀他，是不是？减伤盾。继续打，直接秒到吗？秒掉他两串，两串两组带走，后面可以洗。非常的完美的残血在那里，我也不知道为何。素材那里小心就好，素材。哎、欸，这里吧，我看一下。但可以用龙科，新锁定未消吸收伤害。最后龙科姐，你毒龙还没跳，所以我转完之后直接开龙科，而且我现在没有按猪欸，我只有两颗，所以我也没办法攻击他哦，所以到下一回合。这里用龙科会爆炸，真的假的？他跟我说他要用龙科会爆炸。所以我转直接开龙科咯。啊，龙科也没办法开啊。可以没办法开啊，现在才开欸。龙哥这一次我探走完才开。现在开哦，现在开哦，那我就大力转喽。想一下，
我只转了三康。可以带走了吗？可以开带走他吗？因为有些人我们可以带走啊。嗯，毒龙开技，开技能，开技能，开毒龙了。毒龙两季都开吗？毒龙的第一季跟第二季全开吗？400多万，所以两个。我要顺便回血吗？开了要顺便回血吗？暗妹也开哦，暗妹屠龙，这怎么办呢？卡在那里。
那可以去撞风化珠吧。好烦哦！应该跳起来了吧？都跳起来了。血都可以撞，下路可以插两技，我可以开毒龙的那个吗？开毒龙第二技啊，跳起来反正就慢慢打，快死了。卡卡卡卡，不撞会越难消，对啊，就卡一堆哦。他怎么会长这么近啊？他们感情很要好。打死了、啊，然后这里呢？看一下，燃烧不是减伤，
转全体。那要开机吗？不开机吼。我家的狗突然大叫。不开机，转全体。欸，结果我只转了一缸啊，开一半，我很紧张欸，怎么办啊？不用开，现在要开了吧？开向日葵啦！哈哈，刚刚为什么用一个试探对方？好好笑哦，好刺激哦，刚刚睡一圈笑。慢慢打过。哦，他其实打的没有按住欸，开草桥。对啊，只有两颗，向日葵跳了。暗妹，开暗妹。开向日葵。
为什么？那第二条不用开吗？第二条不开哦。对啊，第二条是全消除，是不是？跳了，通通送给你。哎呦，只有八颗。一二三四，六颗哦。成功了，对啊，哪有八颗？好啦，还有两队，像光跟那个麻烦。结了，队长及队友都是龙，还是上厕所。